第六十六，好，《本草经》六十六，药名天明经，好。啊，天明经，天明经这个药呢，也是很普遍，到处都有便宜的药。它是甘，味甘，而且一点苦哈、哦，这个性都没有毒的。好，上经都是没有什么毒。那一样主治的症状呢，好，很多都重复了，好，很多都重复了，像一些虫毒、虫咬伤啊、淤血啊，好，活血化瘀的。好，这位记得只要是苦味的药，药有苦味的，它有燥。燥就是能够收敛伤口，哦、它有一个泻、哦，就是活血化瘀的，好、哦，这个还有去烧的，好、哦，都可以用。那中间有一个注，好、哦，有个注，这个很重要。血夹这个呢，留在这个定义就是留在肠胃 之外，少腹之间下这个煎熬很硬的，好、哦，有的是女孩子月经没有排完。好，有的是男人是伤科踢伤内伤出血硬块在肚子上面的，哦，血流经络而得到，这个都可以用。好，那如果要在肿瘤身上的癌症肿瘤跟一般的淤血，好，我们就这个良性的瘤，我们怎么区分？最简单的方式，你用触摸的时候摸上去，只要是肿瘤硬，它是恶性的，摸到那个表面上都非常的硬，而且表面上非常的粗糙，啊，一般。大多数病人不痛的，好，那你摸到表面很平滑的，还会动的，而且会痛的，都是良性的，良性的，好。当然不一定，但绝大多数你们可以按照这个经验法则去看，好。所以天明经，那这种药呢，都是你们可以加进去，好，附加的，不是以我们处方不会以这个为主，好，这是个小，可以说小药，不是大药，好，刚刚的。续弹就是大药。